我再来啊，宜兰菜场这边哈，我来看看这边的荤墙哈，我想买一点荤墙回去吃哈，因为上一次我有买一些，很便宜的，然后可以买吃个好几次哈。OK， 我来找看看这边哪边有在卖荤墙哈。终于找到了我们宜兰的荤墙了哈，啊，宜兰的荤墙真的好吃好吃，啊，比那个新竹那个好吃太多了哈。啊，一般我都会买个差不多一斤吧，买个一斤回去啊，回到基隆啊，冰起来慢慢吃哈。好，那我今天也来买一条哈。来到头城这边，哦，看到这家葱油饼店，好多人在排队，好像还不错吃。那我肚子也饿了啊，买一片来吃看看，然后我也来跟着排队。OK， 那看起来生意超好的啊，很多人在排队。拍了一下，终于买到了哈，那我来吃看看，看好不好吃。这家的虾子我上次吃过一次，它非常好吃，炸起来有点像那个虾味鲜一样哈，啊，感觉没有让你感觉像吃虾子一样哈。好，老板，我虾啊爱100块，哎呀，我要带走哈。OK， 这家的虾子真的很好吃哦，虾子真的。炸虾炸起来真的很好吃哈，哦，有空的话可以，有经过大溪渔港的时候可以来这边吃看看。我们来到了芙蓉这边哈，啊，准备来吃芙蓉便当，肚子也饿了哈。我，哦，这边的光看这样菜色就流口水了。OK， 我的芙蓉便当来了哈，啊，我饭量减到一半掉，光看这样子就很好吃。OK， 我要来享用我的美味午餐喽。